Hello。飘哥，飘哥在他的房间，他应该在直播还是在打游戏还是在干嘛？他应该也在直播。买 S22 了吗？没有，没有买 S22。GT7，他在开 GT7，我还没买呢。最近没有时间，我连老头环都没玩。虽然买了，但是没玩，没实在没时间。这游戏我估计完全没空玩，可能玩一天你也打不了多少进度。沉迷老头没有沉迷老头，我连玩都没玩。我上周去了一个很大的 UP 主那里去做一些技术知识，所以没有时间。这个叫什么来着？正好也因为这个飞机、这个火车交通出了问题，对吧？所以整个就乱掉了啊！实际上也是根本就没空玩这个游戏的。反正今天我们终于有空直播了啊，终于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啊，终于可以直播了啊。这个，没什么事，但讲道理还是很忙，最近还是很忙。天玑9000我已经拿到了，但是你们也知道，肯定不能什么都不能跟你们讲，什么都不能跟你们讲，没法讲啊。后边又不会测了，后边我们测过一次，后边我们测过一次。这个叫什么来着？我们反正还是测原神啊，这个游戏这块还测原神。苹果发布会有什么期待？不知道，他发布个啥都不知道，对吧？这有什么可说的？他发布个啥都不知道。天玑9000的机器月中会出视频的。月中会出视频的，我肯定不能说是什么机器啊，不然就违规了嘛，对吧？月中会出视频的，反正我们会测的啊。主要是苹果现在你不知道它发布什么，到底发布什么东西啊？你比如说你如果发布 M2，对吧？发布新的 MacBook Air 啊，这也不错啊。你还是说你发布一个这个 iPad Air 5还是怎么样？反正你不知道，对吧？你他又没说啊，你就看发布会了。天玑8100能1999拿下吗？肯定能的，肯定能的啊！我就这么说吧，这东西定位就是一个相当于是888的这种竞品吧，对吧？那他联发科肯定要定的比高通便宜了，对吧？肯定能1999买到的，这个不用想的啊。9000就不一定了，9000我是不知道它能卖多少钱了。反正8100的话，1999就肯定能买到啊。8100能征服原神，能征服原神，我们已经测了嘛，我们已经测了，但是。怎么说呢？就是其实，理性一点看啊，这个也就是正常的安卓发展的水平啊，只是因为高通太拉了，连续开了2代倒车，所以这个我们就对于天玑这个东西的表现特别的，对吧？特别兴奋哇！看了这个表现哇，牛逼炸了，怎么样？那实际上就是个正常的迭代水平嘛，对吧？你要高通做出来这个东西，我们都不会觉得奇怪，对吧？865就是这么一个迭代嘛，就是低功耗，对吧？性能嘛有一些提升，对吧？就这么一个意思，哎。
就是高通拉了，就是高通拉了。我们现在我们正在这个做一个深度的测试。我本来是打算做八进一的那个深度评测的，就是要测它的一个，其实我已经测了一些东西了，我可以给你们看看。我们有一个很，我们把很多频点下的功耗都专门量了一下，然后做，我们想做一个曲线，对吧？我已经做了这个曲线了，还有很多的数据没放上来，但是我们测了大量的数据，每一个频点下的功耗都测了，然后我们得到了一个很离谱的一个结论，反正就是但我本来想把这个东西放到，就是单独拿出来做一个八进一的这个深度分析的，就比如深度功耗测试什么的，但是就搞到现在因为项目太多了，然后可能等做出来之后9000都差不多出了，对吧？那干脆如果9000已经出了的话，那就到时候再把9000拉进来一起做嘛，对吧？天机也测一下这东西，对吧？就测一个功耗曲线，我们看它在低频上面的这个能耗比怎么样，对吧？就还挺离谱的，反正就这个东西是一个很深的一个视频，或者说也比较深吧，就是照数据量是比较大的。9000L， 你说哪个麒麟9000L？麒麟9000L 是个废物，你不要看是麒麟，那个只有那砍成六合了，能一样吗？差远了。麒麟9000L 是个废物，我靠，那个可能还我不知道有什么768G 的，有没有778G 的性能我都不知道啊，应该有778G 的性能吧，但是肯定不如现在什么865什么855这些东西的。啊，毕竟是个六核，兄弟，你这六核啊，你砍啥不好，砍 CPU 是最重要的，你现在砍 CPU 啊，这个还是别买，你要上麒麟，你肯定是上麒麟9000或者9000E，对吧？这个 L 这个东西就是个废物啊。怎么看 NV 和三星服务器被黑？这个怎么说呢？你没有有，我也不知道怎么评价，我也不知道怎么评价。NV 不是还那个反过去黑了那个黑客嘛？完了没黑成还是怎么样？反正就看着挺有意思的。但是我看这个影响好像不是特别大，现在看这个事情，我就不知道。他能搞出什么样来，对吧？就这个黑客说他能把什么 LHR 的这个解锁给放出来，这个我都有点稍微有点怀疑的，你知道吧？这个事情我都有点怀疑的，就感觉啊，这什么鬼？就是这种感觉，你知道吗？营销倒不见得，就是你像他不是还说什么把 DLSS 的源代码给偷出来了，对吧？开要开源还是怎么样，我这应该开不了源吧，就你说这种东西要是说营销，我觉得有点离谱啊，这不太可能啊，只是这个事情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啊，对 NV 来说这个公关并不是很好处理，对吧？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对吧？你们都有很多人说自导自演了嘛，那我也能料到他们肯定现在非常的蛋疼啊，非常的头疼，这个是。不是他们不是那个黑客还说那个要把什么 DLSS 给放出来嘛，就什么，对吧？你们有很我看很多人还期待说能不能在 A 卡上跑 DLSS 什么的，就把 DLSS 的算法给放出来啊。你要这东西 NV 可不乐意啊，这所以我觉得整个这个事情稍微有点夸大了，就是十有八九他既没有把LHR 的驱动搞到，也没有把 DLSS 搞到，就是他在那边扯的。我觉得十有八九是这样的，但是听着怎么都不靠谱，就感觉啊。
Switch 上跑 DLSS。 DLSS 大问题是现在的 DLSS 算法其实把 TensorCore 结合的很深啊，你这个没有 TensorCore， 你如果是用这个通用的管线去跑的话，对吧，你用这个就直接用流处理器跑的话，我觉得其实这搞不好效率很低的，你就算能跑的话，对吧，你就算你编译的能跑了，效率不见得高的啊。拿到8100量产机没拿到，我们有9000的量产机啊，8100还没拿到。为什么 SOC 没有2个超大核、4个大核、2个小核？那是因为处理器一共就这么点功耗，你非得全塞大的，那这空间不就不够了吗？那这个功耗不就爆炸了吗？对吧？4大4小就是现在的这个手机端的最优解啊，是这个大家经过多年的试验，对吧？得出的结论啊，4大4小这个规模的4大4小比较合适。为啥上周没直播？上周我直播这个时间被困在路上，所以没法直播啊，这个没法直播。9000L 肯定不是三星代工，这绝对是台积电的这个产品啊，就是哎呀，就是说白了。9000良率就这么点，对吧？我们可以拿一些这个可有点凉又不是特别凉的芯片，稍微做点阉割，对吧？这个相当于是消化这个这种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不良库存嘛，这种意思，对吧？就是消化不良片嘛，啊，我们把这个东西稍微阉割一下，对吧？让它这个跑在一个相对烂一点的设定上面，对吧？或者是我们用一个烂一点的规格去做，对吧？就是把它做成一个弱一点的东西嘛，对吧？所以就很正常，很正常啊。肯定不是三星代工，它就是这个产品的问世的目的，就是为了消化那些不良的9000，懂了吧？很正常，这个芯片的这个生产一直是这个样子的。下周的苹果发布会也会和往年一样聊天，对的，会聊天的，会聊天的，会聊天的，我们会播的。单核重要还是多核重要？其实我现在觉得多核比较重要，说实话是多核比较重要。但是他们其实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单核实际上决定的是你的下限，多核决定的是你的上限，或者说平均线啊，这个。其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这个你像你的一些应用的这个一下子的加载，对吧？突然间的一个加载啊，或者说是有某一个线程上面的一个突然的调用啊，你可能需要一个挺强的单核性能啊，或者你另外你看游戏的这个最低帧你也能看出，有时候可能你的单核太差的话，你最低帧可能会掉的比较厉害啊，这也是有可能的，对吧？那平均帧的话，就主要是由你多核决定。对吧？那而且多核性能你在日常使用中也是主要的一个因素，对吧？打开应用的这个速度上面，很多时候是由你多核性能取决的，对吧？就是这其实是不同的两个方面吧。啊，还有几个品牌的新机没发了，说实话我不关心这个。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机器要测，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也不关心了。你说新机是什么新？你如果说是天玑的新机，那我还可以看一看的。你要说什么8进1的新机，那我完全不感兴趣了，已经啊。这个月应该都是天玑的机器，8进1很少了。现在这个点出8进1，那是真的是，那不是49年入国军的，那是五几年入国军了啊，差不多。
魅族还活着啊，你有一说一，你提到魅族，我意识到了，好像魅族真的没有，还没发机器哦，魅族是吧？别到时候发了一个八剑一出来，我靠，没有人想看这个。SE 3的 A15 SE， 如果就这一次苹果发布会发什么我们应该都会测，就是他如果是发 SE 3我们应该就会测 SE 3、啊、那如果是发了 MacBook， 那我肯定希望他发 MacBook 啊，对吧，那我们肯定就出这个 MacBook， 对吧，为什么手机不用10核 CPU， 手机用过10核 CPU 呀，然后凉了呀一个处理器品牌就因为用了10核 CPU 被大家吐槽到今天，今天终于翻身了。你说为什么不用10核 CPU 啊？某处理器品牌啊，被坑了，叫什么来着啊？这个就因为10核这个事情被大家当成笑柄啊，笑了快六七年得有了。完了，你一直到今天才翻身。你说这个为什么不用，对吧？你说为什么不用呢？啊？12代酷睿出来了，轻薄本有没有这个？我们肯定会测十二代酷睿轻薄本，肯定会测的。联发科天玑9000问世这么久了，为啥真机这么慢？我觉得其实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是，其实有三个原因吧。第一个是这个台积电的产能是非常挤的，台积电产能非常非常的挤。然后联发科技现在用的是，原则上它用的是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工艺制程，对吧？它用了全世界最先进的工艺制程，你觉得很容易产吧？这东西，这不简单。这是第一个问题，产能问题是第一个问题啊。你想用台积电，你就得付出代价，对吧？啊，这个第二个问题是手机厂商不重视。如果手机厂商非常重视联发科，抢着要拿首发，争着要加价买这玩意儿啊，一成批成批的这个加价抢的话，那他至于这个这么晚出吗？对吧？这肯定要被催的嘛，你催着你赶紧出货啊！我们要开卖了，对吧？机器要开卖了，肯定的呀！手机厂商都不重视这个，对吧？你自己看看那个，对吧？我也不多说了，反正你们也都懂，对吧？在这个圈子里面混久了，你们肯定能明白这个啊。手机厂商其实不太重视这个，不如说不重视高通以外的这些厂商嘛，应该这么说啊。他们这跟高通的这个关系太深了。为啥不重视？因为没有经过市场的验证，这个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没有经过市场的验证。你们可以去很多的一些就是未开化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论坛也好，或者说是一些这个比如微博上面的一些这个涉及到联发科的一些相关的内容，你可以去看，就是有些地方的人可能不是发烧友，是普通用户，或者说是只是臭打游戏的手机玩家，就是啥也不懂的手机玩家。然后你可以看看大家普遍的观众的这些发言，你会发现很多人就会有一种，你会有一种感受到一种什么，就是联发科狗都不买的那个感觉，你知道吗？就是很多普通的消费者啊，就是不是这个不是发烧友，他们是不懂的，或者说他们没有了解过这些新的东西，所以他们会觉得高通很牛逼。就是高通这个叫买安卓机认准高通，对吧？这个是长期以来培养的一个品牌习惯，就是就跟英特尔一样，你天天听广告，噔噔噔噔噔啊，你就知道啊，英特尔的处理器啊，这个 PC 也是英特尔处理器，那个 PC 也是英特尔处理器，买 PC 就买英特尔处理器了，对吧？就是你已经思维定式了，高通现在这个就是这个情况，对吧？就是这个情况，你天天看，天天看，你只要不看 B 站视频，你一定是认高通的。你看看其他地方哪有把高通喷成这个样子？微博现在有一些大 V 还是喷的，但是你看看其他地方，对吧？大多数的地方大家都是认高通的啊。哎呀，就我觉得这个很扯吧，这个事情就是普通用户根本不了解这些东西，他也不想了解啊，所以你也不要想说，这个也不怪厂商吧？我觉得不认联发科是就是因为这个市场的原因嘛，
你只有做出来一代了啊、真的经过市场考验了，那对吧，厂商才会愿意用你、啊、所以就等这一代嘛，等这一代出了看怎么弄嘛，对吧，主要是要征服普通用户，不是要征服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就是看看功耗，看看游戏性能帧数，对吧？看看这个发热，对吧？你要征服普通用户，你要考虑的东西就多了，这个就复杂了，对吧？普通用户众口难调的，对吧？啊，你调的激进一点，你调性能高一点了，人家又有意见了，我靠，热死我了，对吧？怎么怎么样？哎，所以我觉得这个很难的，到时候看他出了之后，这一代能不能翻身吧？啊。锐龙多少代了？哎，是，怎么说呢？就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正常，很正常，很正常。就比如说你现在找一个其他平台的一些用户啊，或者说是主播啊，如果他们不看我们这些视频的话，就不看评测的话，啊，如果是经常跟渠道的那些就卖电脑那些哥们混的话，他们可能现在的认知还是说觉得可能配一个机器我们就英特尔，对吧？啊，当然现在的英特尔也不坑，也挺好，但是他们肯定不会去考虑用 AMD 的东西的啊，这个十有八九是，所以是这样的，就认知你很难改变啊，认知是很难改变的啊，对对对对，这个认知是很难改变的。我肯定拿到九千真机了，你也不用一直发这个，我就是拿到九千真机了，我有，我现在手上就拿着一台天玑九千的真机，只是我不能拿上来给你们看罢了啊。那又怎么样呢？我拿到又怎么样呢？我又没解禁，我又不能给你看，我靠，你说的对吧，肯定不行啊。吹牛呵呵装的，这没，哎呀，什么都好装的，我跟你讲，你要这样装什么都能装的，那我再给你装一个呢。我现在手里拿的是这个苹果的 M2、啊、我现在手里拿的是一台光刻机，我操，我手里有一台光刻机，我现在在手搓芯片，我给你们搓一个麒麟九一万出来，下载叫一万吧，对吧，给你搓一个麒麟一万出来，以后就不是台积电代工了，是云飞代工，好不好啊？啊，这个云飞三纳米工艺啊，给你搓一个，我跟你对吧，哎，你没看到真机前什么怎么装都行，有什么用呢，对吧，都是吹逼的。迷你光刻机有的，极客玩代工啊，笔记本端3060肯定够了，够了，3060是笔记本最合适的一个显卡，再往上就性能会有缩减，所以就我肯定是觉得3060比较合适吧，推荐3060。天玑九千评测，反正中旬三月中旬会出的，你不要着急啊，三月中旬会出的。BIOS 的启动速度受什么影响？我的 BIOS 启动速度是 BIOS 应该说是主板自检速度，这个不叫 BIOS 的启动速度，这个应该叫主板自检的快慢，这么讲比较合适一点。一般是受你的硬件的这个多少或者复杂程度的影响的。就你如果一个电脑启动的引导的时间太慢的话，可能是你的这个，比如说你插了四通道内存，对吧？你要插四个内存，就四通道内存自检就会很慢，因为它有一个个内存查过去，看你内存有没有问题啊。那比如说你主板上有很多的这个外围设备，插了很多的外围设备 ，PCIe 的什么卡，乱七八糟什么东西插了一堆啊，那可能自检就会很慢。自检和你的设备是息息相关的，你插了多少设备，自检就有多快，对吧？然后跟你的平台也有关系。如果像 X99 X299 这些比较大型的平台，那么它要自检的项目会很多啊，就是说你比如你的内存更复杂了嘛，对吧，四通道内存六通道内存更复杂了，那它自检的就更慢了啊，这是很正常的啊。一般来说我们服务器的平台的这个自检是非常非常慢的啊，然后像消费级平台因为双通道内存，对吧，自检就很快啊，设备也比较少嘛，自检就很快啊，所以这个是影响你所谓的 BIOS 启动速度的这个因素，就是自检速度嘛啊。
可以跳过自检吗？不可以。原则上你可以加快这个进程，但是自检是计算机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相当于启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流程。你所谓的关掉自检，这不叫关掉自检，这个只能说加快自检速度，应该是这样讲的，快速启动嘛。就你因为你电脑你肯定要看一遍你的硬件是不是能读，也有没有什么问题，你才能给你开起来啊。这个你不能说我什么都不管，我直接开起来，那万一出什么问题呢，对吧。已经买了 S22U 令人感慨，下了个云原神，那挺好啊。我现在也是用的云原神，我现在也是用的云原神啊。这个机器本身本地跑原神太卡了，不想玩，所以就直接玩云原神。还是发热还低，对吧，还发热还低，续航还长，对吧，这不是挺好吗。为什么8100原神帧率比9000还高，挺正常的呀。因为对于这个游戏来说，在跑满的情况下，那个完全都是够用的，就是处理器的性能在你散热拉满的情况下完全都是够用的。但现在问题是大家散热都不够，散热不够的情况下到 A14 水平吧，就不见得能打过 A14 啊。这个你和 A15 比，你的苹果领先你2年是没什么问题的啊。什么时候测S22 Ultra？ 我不想测这个机器的普通的这个测试，就我想测那个 Exynos 版，但是 Exynos 版买不到， Exynos 版要进口很麻烦。实际上其实在海外这个东西卖的也很贵啊，尤其是在欧洲，欧版的手机卖的是巨贵无比的。完了你还专门去代购这玩意，你要是美版或者是比如说你港版的手机可能便宜一点，很正常，韩版手机可能便宜一点，你代购个欧版回来，那真的是脑抽了才会干这个事儿 啊。欧洲手机卖的比国内贵多了，所以其实挺蛋疼的，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只能等说买了，然后韩版是高通的，韩版买了没用啊，韩版是高通的。能有多贵？哎，你可以去查的呀，你可以去查。我觉得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那个叫8-1能耗能到天玑9000水平嘛，870和8100怎么选？其实我现在就我觉得台积电造的这个8-1肯定是要比三星现在这个三星值得期待很多的啊，但是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从8100和9000的测试里面，我也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这个就这一代的这个架构啊也没有什么进步。就咱们不光说是工艺的问题，对吧，从 A78 到 A710 可能没有什么进步，从 A55 到 A510 可能也没有什么进步啊。但是实际上跟上一代没有什么大的，就是跟用着老架构的产品没有显著的区别，在工艺接近的情况下，对吧，这个其实你能明显感觉到就是 ARM 拉了啊。所以我觉得高通去换台积电工艺肯定要比现在好，但是可能没有办法根本的解决掉它的这个问题啊，就是它的性能可能还是会很拉啊，就这个意思。我红米 K50 Pro Plus 出来了会做视频吗？我们肯定天玑的新机会肯定会做视频的，肯定会做视频的啊，这个不用想，但是要看情况，看红米这个，就是我第一个拿到的是不是红米啊，看情况。新卡为什么不测试？什么新卡？有出新卡吗？2050吗？2050有啥意义啊？你告诉我，和弦我们已经在测了，那个AMD 那个6000的那个和弦我们已经在测了
啊，这个会出视频的。但是你说独显好像就没有什么能测的，现在其实啊，3080 12去测个鸡啊，没有任何意义的。卢布跌了，现在去俄区买游戏推荐嘛？我不能给你提供任何的建议，不能给你提供任何的建议。就你得要有个问题，你要担心一下，就是万一可能你转过去，第二天 Steam 就停止在俄罗斯提供服务了，你怎么办？对吧？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这个不太推荐你们乱搞啊。对啊，你号没了，搞不好号没了。4000元什么手机？屏幕最好啊，屏幕最好。妈的，这问题问的我也想一下，我4000元什么手机？屏幕最好啊，屏幕最好的手机。这刷 S20 现在就2000多块钱，那没有4000元的，没有4000元。S21 Ultra 的屏还是不错的，索尼是吧？索尼的屏啊，对对对，确实索尼的屏是很好。那索尼4000元不知道你能买到啊？4000元我不知道你能买到索尼的屏。反正就三星自家旗舰的最顶旗舰的屏幕是非常好的 ，iPhone 的屏幕很好，对吧？然后还有就是这个索尼的屏幕，就是最顶的就这三个。其他的都是往下走的，因为你不管怎么说，三星 M 材质的屏不可能卖给你吧，对吧？他怎么说都是卖给你 E4，对吧 ？E4、E5，对吧 ？E3、E4、E5，它都其他品牌都是要稍微低一点、低一阶的嘛，啊。什么好的直屏手机？直屏手机，大碳是直屏吗？我已经忘了。realme GT 2 Pro 是直屏啊，反正就是 realme 的很多机器都基本上都是直屏嘛，好像。我觉得还不错的，体验还是不错的啊。大碳是曲屏是吧 ？GT2 Pro 是直屏啊，大碳是曲屏。哎呀，反正我现在 GT2 Pro 这个机器用的还是比较顺手的，这个还是比较顺手啊。你能感觉到说现在这个打游戏直屏哦，对了，直屏现在还有一个可以选的 S22。那还 S22其实也不错，虽然说就唉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个东西，就是我有点不想推荐这个，但是它毕竟继承了一定的这个 S20的这个好的地方，虽然说也有拉的地方，但是也是个不错的东西啊，就怎么说呢啊，还行，凑合。电池太小了，对，这个是个大问题，这个应该说是它最大的缺点，就 S22 最大的缺点，电池太小了，这个太小了，3700毫安，不知道怎么想的。但是机器因为重量轻嘛，所以说手感什么的应该还是可以保证的啊。没有 LTPO， 对的，是的，没有 LTPO 啊。你哎呀，我本来想说你可以买 S20，但是我一看 S20是个曲屏的手机，你好像这个没法用 S20。如果是这样的话 ，S20有一说 S20这个取的不多，你可以考虑的，真的 S20的取的不是很多，你当它直屏用嘛，也是不错的。对，三星的手机你不能提玩游戏，因为三星的手机没法玩游戏，这个太卡了，调度太怂了。但是不玩游戏都是确实是完美的，我觉得这个说法没错，就是三星的手机真的很好用啊，就只要你不玩游戏。870的机子哪个比较好？水桶机等于 K40，
对吧？哎，其实有很多了，对吧？大探也挺水桶的，对吧 ？GT 大探也挺好的，也是霸气名啊。然后大探现在价格没有像 K40 那么激进 ，K40 现在便宜的可能1500都能买到了，对吧？1500、1600，对吧？这价格非常的给力啊，所以。哎，不错的，不错的啊！如果你想要体验上面好一点的话，你可以买大碳啊。大碳综合来说，就是没有太缩水啊。K40 的话是有所牺牲的啊，但总体来说都是比较水桶的机器吧，都是比较综合的机器。10S 也不错，我手上就有个 10S，10S 确实是个不错的机器啊，确实是个不错的机器。但是它要比 K40 贵上一些。现在买的话，价格你最最便宜可能你拼爹爹上买你都得1900啊，那这个淘宝上面第三方就更不用说了啊，所以可能价格是要贵一点的。就我是感觉说，你到了这个价格的话，可能你已经能买大碳了，对吧？差不多价格你也能买大碳了，那好像也对吧？半斤八两，我觉得啊。三星手机刷韩版系统，为什么要刷韩版系统啊？为什么要刷韩版系统？我没搞懂。你是韩版刷国行，我觉得我能理解。你为什么要刷韩版系统？你不是有病吗？啊，不太明白啊。鼠毛社测帧数的方法靠谱吗？我没法评价其他媒体啊，但是他们应该是整个业内最就是认可度最高的了，就是。是基本上新游戏出了之后，都得很多时候你都得看鼠毛社的这个评测啊，他们测试的还是比较，他们是用的这个分析软件去分析帧数的，所以这个比我们这种肯定是要准的啊。我们都是拿 Fraps 或者是拿那个 Afterburner 那个抬头显示来测的嘛。大他们就是大师探索版呀 ，Realme GT 大师探索版，对吧？原神的草地，安卓苹果是不是不一样？是不一样的，就是不一样的。苹果的草的密集度要高一点，就是同设定下面的话，啊，就是不一样的。GT 七玩了吗？没有玩，我都没时间玩，没空。我想玩的，我还想玩老头环呢，没时间玩老头环啊，老头环我一看。这个对吧，好像这个有点蛋疼，你要玩起来，一玩视频就不用做了啊，所以我没法玩。尝试一下苹果系统，什么怎么搞啊？什么尝试一下苹果系统？你要尝试苹果，你要买什么 iPhone 吗？你买 iPhone 你可以买13 Pro 啊，或者13也可以，13 Pro 也可以，看你觉得你要不要高刷，对吧？你想要高刷嘛，就买13 Pro 啊。老头环的设备优化，我不会出这个视频的，不会出这个视频的，因为老头环没法优化。老头环是一个很特殊的游戏，我已经虽然说我没有玩，但是我最近在测。AMD 和谐，所以我已经那个进过游戏去跑过帧数了，这游戏没法优化，就是你看到最最低画质都跑不动，就你跑不动就是跑不动，它这种不叫怎么说呢，它这相当于是一个为主机开发的游戏，你知道吧？然后它压根就没有去考虑 PC 的这种多样性，它的基线是 PS4。你应该这么说，基线定死了，就是这种游戏就是属于你开最低画质可能和开最高画质，这游戏没有，我也不知道有没有 PS4 版，这个反正它这个最就是那种感觉，你知道吧，就是那种你开最低画质和开最高画质是没什么区别的那种感觉啊，就这种感觉没什么区别。MX 250跑老头环五帧畅了，就是没什么区别，我指的是帧数没区别，
就你看最低画质，你会发现帧数没有比最高画质低多少，就没有比最高画质高多少，对吧？就是完全这个根本就没有办法通过降画质来提高帧数，所以我就说没法优化，就是这个问题啊。你是没有办法这个提高帧数的啊，你光降到最低画质也没有用，对吧？就这个意思。8100是首次学英特尔，四大四小吗？四大四小不是早就有了吧？这个也不是学英特尔，对手机性能有影响吗？其中 CPU 内容、缓存及很游戏问题。我觉得这个怎么说呢？提升缓存倒不是说解决游戏问题，而是解决 CPU 瓶颈。应该说就是本来的这个两兆的三缓啊太小了，带不动这个 H8。他现在把你提到了4兆，对吧？包括各种系统缓存也有增加嘛，就能让你整个这个处理器瓶颈不要出现在这个通信的这个链路上面，对吧？不要出现在内存通信上面啊，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瓶颈，对吧？你这个缓存又不叠上去的话，你 CPU 再强没有用 ，CPU 发挥不出来的啊，被卡住了啊，这个是个大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主要解决瓶颈用的。就说白了就是把 A78 本来的实力发挥出来啊，就这意思。他也不是第一次学四大四小，四大四小是早就有了，也不是英特尔独创的，对吧？这个移动端以前就是用的四大四小，很久以前就是用的四大四小了啊，也没什么奇怪的，反正就很正常这个。Steam Deck 没拿到 ，Steam Deck 没拿到。Steam Deck 我也说实话不是那么的急着要去测，因为感觉 Steam Deck 这个东西国内你如果拿不到首发的话就很难，很困难了。而且 Steam Deck 有个大问题，它没有出国行，它没有出国行，所以你在国内买它的价格是不划算的，你得海淘。完了，你海淘的话肯定是有成本的嘛，对吧？那你这个就我觉得会很不划算啊。你可能相比其他的一些，因为你在海外这机器卖的非常便宜，你想3000块钱买一个能打游戏的电脑掌机，哇，真不错。可是你国内你3000块钱根本买不到，对吧？这一下子就没有那么有吸引力了，对吧？就是这感觉啊，不比 Switch 香，兄弟，我 Switch 什么重量啊？人家 Switch 也有理由说的呀，我是什么重量啊？你 Steam Deck 是什么重量啊？脸都不要了啊？你还跟 Switch 比？哇靠！NS 独占比，那是，就是你人家任天堂是来卖游戏的，他妈谁管你？谁管你什么配置啊？对吧？谁管你的配置啊？高通自己想往上定频，你往上走了之后，功耗要上去的很多啊，就没法做了，对吧？啊，就是不可能的啊！你往上超肯定是要有这个功耗的损失的嘛。现在我们是能耗比的瓶颈，又不是说你不这个性能或者频率瓶颈没有的。这个能耗比主要是能耗比，大家你没法压住这个超上去的这个频率啊，对吧？3700默认电压有1.45多，手动降低电压之前说降可以降压，可以降压，推荐你降压的。这个 Ryzen 处理器降压是很有用的啊， Ryzen 降压是很有用的，你不降压的话，你就只能默认用的话，其实要差一点啊，要差一点。你可以考虑降压，你可以考虑降压。降压的话，主要是你怎么说呢？你如果懒，你就自动 PPU， 对吧？你也别管那么多啊，无所谓啊。但是你如果是想要自己去决定一下它的这个功耗的话啊，你完全可以自己降压啊，完全可以自己降压，你就试试降压嘛，对吧？移动端怎么降呀？移动端好像没法降吧。移动端你能够 Ryzen 的，尤其是低压的 Ryzen 的话，应该是有一个 Ryzen controller 可以用的
就有个这么一个软件可以用的，但是它跟那个只能考，那个只能改工号，然后那个只能改你的那个工号限制，对吧？改这个频率限制，改这个和弦，对吧？应该是改不了电压的，啊，可能是改不了电压的，所以这个移动端应该是降不了，移动端应该是没有用的啊。英特尔的移动端可以用 XTU 啊 ，AMD 应该不行啊，因为 Ryzen Master 没办法用在移动端上面。Mate Paper 有拿到样机吗？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做这个内容。如果说要做，肯定是恰饭啊，十有八九就不一定有啊，不一定有。PS 5在硬件上对游戏的优化跟 PC 有什么区别？其实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储存链路的区别，就是 PS5 的相比 PC 要说有什么优势的话，那可能就是储存链路上的优势。因为 PS5 的储存，你像 PC 上面你用再快的硬盘也没有用，因为你没有 Direct Storage， 对吧？你也没有，比如啊，之前老黄说这个 RTX IO 什么的，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时装啊，也就是说你的硬盘再快，你也要经过一个很长的线才能把数据通到显卡和 CPU 里面，对吧？就是你的这个链路是有瓶颈的。 PS5 的话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它怎么样到 CPU， 怎么样到显卡里，要经过一层一层，经过这个驱动层，经过这个全层，对，这要按你的这个规矩走的。因为 PC 是一个高度兼容性的一个东西，对吧？你这个，对，你问微软呀，这个高度兼容性的一个东西，你很多的事情，你如果不按规矩一层层来，对吧？不按照我们给你定义好的 API 来做，你可能就会出现很大的兼容问题，对吧？你可能无法兼容这个硬盘啊，这个硬盘可能无法兼容那个主板，对吧？你 PC 都是给你规定好了、下了定义的，对吧？那这个的缺点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去优化这个链路啊，因为这个是一个定死的东西，你还要兼容以往的硬件，对吧？三台 8K 的 bug 修复了吗？我不知道啊，这个我没试过，我那两个屏已经还掉了。你以为我可以留着两个 8K 屏一直留到今天吗？啊，这好歹也是30000块钱的东西，不便宜了啊。手机不玩游戏，日常使用看重单核还是多核？我说实话，看调度。应该说都挺重要的，应该说都挺重要的。相对来说，多核更重要一点，在我看来，啊，在我看来，多核更重要一点啊。这个，反正但是都挺重要的吧，但是都挺重要的。这两年手机功耗出问题是超大核的锅吗？其实不止，因为从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来看 ，A710 和 A510 也是挺烂的啊。然后那还有一个锅就是三星了，对吧？三星的良率太低了啊，三星的这个整个就是在不知道在干嘛，整个这个对吧？三星工艺就不知道在干嘛。GPU 功耗其实不是最关键的， GPU 功耗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啊，就是我们现在越来越明显意识到这一点，因为888当时翻的比较厉害嘛，那翻的可能主要是 GPU， 对吧？因为 CPU 部分888虽然说这个没有任何进步啊，这个能耗比上面，但是也没有太退步，就是说实话我们现在测完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它翻的主要是 GPU 啊。但是问题是在什么呢？你会发现这两年的游戏啊，越来越多的不吃 GPU 了啊，现在游戏都不吃 GPU 了啊，这个越来越吃 CPU 了。那八进一的这个情况就比较严峻了，因为它翻是翻在 CPU 上的，它 GPU 实际上很强，八进一 GPU 其实提升挺大的啊，能耗比也有提升的啊，但是它的 CPU 翻的有点离谱，倒退了啊，所以这个就问题非常大，因为现在游戏实际上都吃 CPU， 而且你可能 CPU 拉了，你不光是游戏的原因。你不光影响游戏啊，你要影响很多很多东西，对吧？你要影响到你日常的使用了，啊，这个就非常尴尬，所以一下子就
就极为的恶心，对，就是极为恶心嘛，你 CPU 翻车了就极为恶心了啊。日常不打游戏，88和八精英哪个好？你为什么一定要拿两个垃圾放在一起比，然后问我哪个好呢？你要硬要我回答，我只能回答你88好一点啊，就是因为88的能耗比要比八精英强啊，那这对吧？但问题是这俩都不怎么样啊，你这非得拿两个废物放在我面前问我哪个好，我操啊！哎。破芯片就是破芯片，就是破芯片。865，我跟你讲，865就是最好的，865确实是最好的。870实际上跟865是一个东西，所以就870就是865嘛。865一个好的地方是它没有锁 GPU 的那个超频，870还锁掉了，就是说你不能超频。865实际上可玩性要更大一些，相对来说。索尼还会回归掌机平台吗？我觉得应该不太会了，看这个样子应该不太会了。PSV 太过于太惨了啊，我觉得应该不太会了。索尼应该没那么蠢啊，东西都是要赚钱才能做的嘛啊。iPhone 13怎么 root？ 我怎么知道怎么 root？ iOS 升值都应该不是基于 Linux 内核的吧？讲道理，这个。有 root 这一说嘛，这个 iPhone 只能越狱啊。865哪款手机散热最好？865哪款手机散热最好？ROG 的散热、红魔的散热，这些都是比较好的，对吧？如果是长得不那么奇怪的手机里面的话，可能小米10 Ultra 吧，小米10 Ultra 比较的散热比较好啊，就基本上就是这些机器吧，对吧？PS5 相当于什么显卡 ？PS5 就是一个支持光追的 5700XT， 或者说是新架构的 5700XT 啊，就这样一个意思。或者就20，你放在 A N 卡那边，就是笔记本版3060吧，可能再稍微差点，我不知道啊，应该有啊，笔记本版3060吧，就这个性能啊。哎，不能叫笔记本版3060，不是笔记本3060跟台积3060就没什么区别。搞不好还强一点，那就台式机3060嘛，对吧？没什么区别的，其实有那么强吗？那也没有很强呀，3060也没有很强，就还行嘛，对吧？就还行，你只能说还行。哇，你这问题刷的好多啊，我都不知道该回答什么的啊，我不知道该回答什么。iPhone SE 系列对于小白来说如何？不要买，不要买。SE 是作为备机用的，所有也不是所有吧，就是在我看来，买 SE 的唯一的用途就是当备机用。你当主力机用多蛋疼啊，就买一个过时手机啊。这很难受啊，就你主要就是因为这东西是最便宜的 iOS 新设备，对吧？完了也比较小巧啊，你当备机用当然是可以的啊，你当主力机用很蛋疼啊，我觉得。
没钱怎么说？没钱你就不能买老的 iPhone 吗？你买十一也行，对吧？十一也可以啊，十一也不错，十一还是 LCD 呢，对吧？你不一定要，你不一定要买这个，这 SE 都蛋疼，没意思啊，对吧？这个很用的很难受，就光有个处理器没用啊。870和8100哪个更强？那肯定是8100，你不用想的。8100全方位的比870强的，就是各种意义上都比870强的。你这个你都不用想的，你就要个处理器就够了。我靠，你家里台式机是不是裸的？就是我要组一台台式机，然后我就买了块主板，买了个电源，买了个 CPU， 买了个内存，然后直接插上去就插着就用了。我也不装，啥都不装了，我散热器也不装，完了我就直接那啥了，机箱也不装，就最主要机箱不装，对吧？你这很难受的，兄弟。SE 是便宜，主要我刚讲到了嘛，就是问题是在于什么，就是你能以相同的价格买到老 iPhone 啊，你不一定要，对吧？你不一定要买它的，你有老 iPhone 可以买嘛，对吧？没必要啊，这个也太寒酸了，太寒酸了。不是，你 SE 的使用体验上面跟 iPhone 7是一样的，就除了快之外，就其他的方面跟 iPhone 7是一样的，对吧？那你 iPhone 7是很过时的一个机器啊，说白了，你很多的新的东西都是没有的啊。你光有个处理器能怎么样的？处理器顶多影响你的，首先流畅度，二游戏性能，三拍照水这个成像，对吧？就只能影响这三项，说白了啊，是别的也。就是对吧，很多东西治标不治本啊。当然不够了，你光有这些你肯定不够啊，你肯定不够啊。你首先你的屏幕很烂，对吧？其次你的电池很小啊，对吧？这个再者你的扬声器也没有现在的 iPhone 那么好。哪怕你说你摄像头素质可能比 iPhone 7好，但是你肯定也比不过现在的 iPhone， 因为现在 iPhone 是多摄的，对吧？你高刷就不说了，高刷在 iPhone 这边是属于比较奢侈的啊。那很多功能都没有 ，Face ID 也没有啊。当然你有的人可能不想要 Face ID 吧。然后屏占比也不高，对吧？屏占比还是原来这个屏占比，对吧？这个很多的东西，比如说屏幕亮度啊，或者是 HDR 的这个支持啊。不是杜比世界的支持，对吧？就是很多很多方面，可能你各种地方都不如新的 iPhone 来的好了，对吧？你如果要买 LCD， 你可以买11啊，或者 10R 呀。就是说白了，11和 10R 都是这个时代的手机 ，SE 是上个时代的手机，就是这个意思。国内的话，我倒是觉得所谓的有些人就喜欢这个是不太成立的，大家都是往新的方向去看的，就国内还特别钟情7的那个设计的人不是特别多了，我感觉。但是有些地方，你像日本，你看日本其实他们这个换机就比较慢了，很多人还在用 iPhone 7，对吧？或者用 iPhone 6s， 对吧？就是成为一个经典机型了。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就对于这个，就因为不光是 iPhone 嘛，这个苹果自己也在宣传，然后很多安卓厂商也在宣传，就新时代的很多东西，对吧？ 5G 也好，高刷也好，完了全面屏，对吧？这些东西你如果每一个营销点都错过了，那说明你还是坚持的挺 你也挺能撑的，你也是钉子户了，挺不容易的。就实际上大家都，对吧？我觉得就这么多的营销点，总有一个能戳中你的。
软件需求我倒觉得这个其实是不成立的，因为你应该这样想，那个时候的 iPhone 7时候的 iPhone 只有2G 内存，这个实际上是影响你软件使用的，这不是说软件需求怎么怎么样，这影响你软件使用的，只是你的软件需求可能就是你不觉得重要，或者说你可能用的软件没那么复杂，是吧？你可能就平时可能只是开个 B 站看我们一下直播，或者只是打开，如果只是微信和 B 站两个的话，那可能没什么影响，就你的软件使用可能没有那么复杂，只能这么说啊。买 10R 档主力机，我觉得你如果是预算有限的话，当然是可以的。10R 现在多少钱啊？1000块？要不要1000块？应该不止1000块吧？反正我觉得1000块买 A12 挺划算的，应该不止吧？1500差不多吧，1500应该要的啊。1700略贵了一点，略贵了一点。你也没别的能买，主要是你买，我觉得一个不错的点是二手 iPhone 的价格其实没有比二手安卓机贵多少啊，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的。就你1500，如果你是1500的话，那可能安卓端你顶多买到865、870能买到，对吧？你能买到二手的870的手机，那就是865嘛。那A12和865也差不多，就如果是论这个能耗或者说是性能的话，对吧？也差不太多。但机器本身我觉得还是稍微有一些落后的，毕竟你865的旗舰可能电池大，完了你的这个有高刷，对吧？这两个点挺重要的，对吧？还有 5G 啊，那这个 10R 这些东西都没有的啊。35000游戏本买什么？35000你有什么不能买呢？这个预算有点高了啊！买啥呢？你在钱无所谓的情况下买什么呢？买个冰刃，冰刃现在有出新的吗？新的冰刃还没出吧？还没出啊？外星人应该也没有出那个。更新了个 X14， 但 X14 不太推荐， X14 很烂啊。外星人你要买就买 X17 还是不错的，对吧？冰刃的话，你等冰刃什么时候更新了，我觉得可以考虑。雷蛇我不推荐的，雷蛇的东西很多小毛病，我你让我推，我不敢推荐。我建议可以等冰刃出新了之后看看，对吧？这个等它更新了之后再说。或者是等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 X17 的更新，新款 X17 上了之后也可以考虑一下。就毕竟外星人贵归贵，东西还行啊，尤其是最贵的那个最顶的那档啊，一直都还行，对吧？不管是 Area 51还是 X17， 其实都还行啊，但是就是贵呗，就是贵嘛。模具刚换过呀，X17的模具就是新模具。你倒不如说那个 Area 51M 什么时候能够更新一下，对吧？还是 2080S 现在还没更新啊，这个是个问题。35000直接买 MacBook Pro。你买 MacBook Pro 如何呢？人家出这个预算，要顶这个指明要游戏本，然后你给他推荐个 MacBook Pro， 对吧？这也太离谱了啊！肯定不行啊，不是什么需求都推 Mac 的。
二手手机平台哪个靠谱，闲鱼自己找。别这个什么靠不靠谱，然后又说第三方，闲鱼上面自己锻炼去，对吧？自己试着去淘一淘，靠谁都没靠自己靠谱啊。为9000L 测嘛，9000L 我看情况吧，就算测也不会出视频的，因为这东西注定是个垃圾。就是麒麟9000L 并不是麒麟9000，麒麟9000L 应该叫麒麟8000，对吧？就这么一个东西，它压根就不是9000，所以这明摆着是个垃圾啊，就看着就是个垃圾啊，这个对吧？砍俩核心你能好到哪儿去？跟骁龙8比起来怎么样？打不过的。你这俩没有可比性，这俩没有可比性。一个是能耗比巨差，一个是性能巨差。你说一个性能巨差的东西跟一个能耗比巨差的东西有什么可比性啊？这有什么可比性？你告诉我。8个大核，你8个大核给谁用啊？你给笔记本用吗？你这个不是跟8进1竞争啊，你这个是跟什么英特尔酷睿 i7 竞争啊，还8个大核，我可能没有任何理由的啊。应该蛮省电的，我觉得是一个很畸形，就 9000L 这样干是一个很畸形的设计，因为它有一颗永远用不到的 GPU， 对吧？就是9000这个处理器的瓶颈本来就在 CPU 上，完了你现在 GPU 不砍，你砍 CPU 砍了一大刀，对吧？你砍成6核了，你说你怎么用啊？这手机怎么用啊？砍成6核了，我靠，那你这啥玩意儿？77 8G 啊？肯定不行啊，这个 GPU 就浪费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能耗比你不用太期待。因为小规模的处理器，小规模高频的处理器永远不如大规模低频的处理器来的能耗强的，这个是铁之定律，就是自古以来永久的定律啊，一直就是这个样子。 GPU 没有砍呀，9000E 的规格呀，就是少俩核嘛，那9000E 不一样还是很强嘛，对吧？这没区别的。用什么手机？我用什么手机 ？S 二十，我用的 S 二十，啊，为什么安卓 CPU 都不对缓存？很关键的一个问题在于，这个安卓的 CPU 大家都要考虑面积，你要对面积。对吧？你要对缓存，你一定会浪费面积。这个面积拿给谁不是用？对吧？你对吧？拿给缓存，对吧？这个就没有，就不是必要的了，不是必要的了啊！你一堆缓存的话，这个面积就，对吧？被摊掉了啊！你总共就这么点晶体管啊，你怎么分啊？对吧？对，就是寸土寸金嘛，你怎么分？对吧？如果你没有瓶颈，你就没有必要堆这个东西。就这就是一个为什么不对缓存的一个原因嘛，对吧？三星 S 系列好像支持 TF 卡扩容， S20 支持 TF 卡扩容的，但是好像现在的三星就没有这个东西了，已经砍了 TF 卡了。现在的三星就砍了这个 TF 卡了，所以就我比较可惜吧，比较可惜啊。
把带做大不就完了？那如果每个人都能接受一个手机有 iPad mini 那么大的话，我觉得当然可以了，对吧？你带做大了谁买单啊？谁买单啊？更多晶体管，更高成本啊，更高成本，手机卖的更贵，发热更大，功耗更高啊，续航更差，谁买单？你买单吗？啊，这个是属于叫什么来着？这完全不现实，这个完全是这个不符合逻辑的。雷神和星海选谁？那肯定选雷神啊，这不是废话吗？星海剧情太烂了啊，就不感兴趣。这角色，我对强度其实没有什么感觉的，就是我只是觉得这角色没什么存在感啊，完全不考虑啊。良品率也是个问题啊，良品率也是个问题。那肯定啊，就是你芯片做的越大，良率其实是越难控制，对吧？因为你做大了很容易有瑕疵嘛，这么多晶体管，你更有可能出现瑕疵。哎呀，下一代还用 ARM？ 那肯定用 ARM， 这是废话嘛。这个换团队，那对啊，那 Cortex-X3 你等吧，对吧 ？Cortex-X3 啊。M1 Max 把巨大核心降到3160，用好奢侈，看不看好 Mac Pro 彻底开放功耗？应该说这个才是正确的做法，这才是正确的做法。就是过去几年，不管是移动端还是桌面端，大家都是这个撅起屁股超频啊，狂超频，超魔怔的。苹果这是回归。自然，你知道吗？这才是本来芯片应该有的样子，就是选择最甜平点，懂吗？这不比你这个超频超到冒烟，完了功耗拉的一高的一大截来的强吗？能耗比难道不是 PC 最重要的东西吗？对吧？我还是喜欢这种的啊，这肯定比你开放彻底开放，然后把性能拉到很满，我觉得要靠谱。S3 首发售价2499，你当时苹果是做慈善的，2499，不可能的，至少2999吧，至少的，很有可能要3000以上的。我这是当苹果做慈善的吗？你是2499买 A15， 你想屁吃？给你买个枕头。苹果是轻薄本鼻祖，我不敢说它是鼻祖啊，就是应该说苹果，我你这个话应该换，就是换个说辞，苹果是轻薄本的先锋，但它不是鼻祖，因为实际上在苹果之前有很多的轻薄本的出现的，像索尼之前做过 Vio， 你知道 Vio 吗 ？Vio 之前就做过一个非常薄的一个机器，2004年左右，他们做过一个非常非常薄的机器，当时很惊艳的啊。这个对 X505 啊，你这个可以说是鼻祖了，但我也不能说苹果在轻薄本上没有建树，因为苹果实际上是先锋。MacBook Air 当时的那个牛皮纸袋的那个广告，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看过，那个是很经典，确实是很经典的，也的确是很这个轻薄本的一个里程碑，应该这么说比较好，它是一个里程碑，因为它确实把机器做到了薄到一定程度了。而且是确保做工的情况下，对吧？文件袋的这个创意大家也是之前没想到的，对吧？这个是非常当时非常离谱的一个设计啊。对，牛皮纸袋掏出 MacBook 的那个真的很惊艳，不管是他发布会上那个这个掏出来也好，还是广告里面那个掏出来，就是牛皮纸袋已经是成为我们 DNA 里的这烙印的一个东西了，现在。一谈到 Mac 的这个 MacBook， 一谈到 MacBook Air 会想到这个啊，所以它确实是一个先锋，但我不能说是鼻祖，因为有比它更早的啊。
有 SC 吗？我都不知道有 SC， 我看一眼啊，说漏了 SC。没有 low SC， 哎，被忽悠了，没有 low SC 啊，看错了啊。这个当然是直播了，直播还是录播？我们不会录播的，我们肯定是直播啊，这肯定是直播。怎么评价笔记本3060？这怎么评价？我不知道啊。笔记本3060不是挺好的吗？这怎么评价？不是挺好的吗？这东西是挺好的啊。八号会直播苹果发布会，会播的。啥时候能买到4000块的3060Ti？现在应该能买到吧？4000块，显卡已经降价了。你知道现在6000块钱你能买到3080了，已经，就6000加一点，6500，你已经能买到3080了。3060Ti应该4000也能买到，就二手的可以买到吧？有的吧，乔高林。4000，京东还是5000？你不要看京东啊，京东是属于渠道控价，懂吗？就这个意思，就是京东和天猫这些就是第一方的渠道控价，你要看闲鱼的价格，就是市场怎么样，闲鱼是代表了市场最新的行情的。3080就是6000多了，现在6500差不多了，就好一点可能7000多能买到。这个实际上是已经接近原价了，3080的话啊。显示器面板怎么选？显示器面板怎么选？这个讲起来就复杂了。这难道能讲得动吗？这肯定是要这个单独，这肯定是一个视频的体量啊，这也是一个视频的体量啊。PDD 6299是吧？那 PDD 实际上已经有了 PDD 6299，那可以的。3080卖6299，我觉得挺好的啊，这价格。其实跟原价也差不了多少啊，还行。OPPO 和三星系统谁好？你让我选，我选三星。但是那个 ColorOS 不差啊 ，ColorOS 不差。但是我觉得三星更好，我肯定是觉得三星更好的。英伟达驱动被破解会导致显卡在涨价，我感觉这个驱动被破解这件事情是有点悬的，不太可能，可能就是说说，4589就是说说，啊，估计大概率是说说的啊，我先去上厕所去。
插嘴了嘛，哎呀，行行行，插嘴了插嘴了插嘴了，行吧，插嘴了啊，好吃好吃好吃，嗯，行吧，3080太破发是没有用的啊，我跟你讲，3080太破发是没有用的，因为3080太本来的定价就高，这个定价就高，你又破发又怎么样呢，对吧，你说你破发率又如何呢，定价高啊，定价高的就没有用了、啊。哇，我现在看你们的问题，我都觉得有些问题没法回答，就 好多问题问的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就没法回。这 OLED 电视会烧屏吗？这会呀、啊，那是会呀、啊，那怎么说呢？对吧？未来手机是不是会向屏下摄像头发展？是，那肯定的，那肯定的，那肯定的。屏下摄像头是一个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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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重要的一个就是卖点，在接下来的一年里面啊，大家都会做屏下摄像头啊，这应该是一个趋势。我们不卖电脑吗？我们不卖电脑，我们不卖电脑。不卖电脑，Steam Deck 不知道什么时候测，看情况看情况啊，这个也不知道啊，这些要测的东西太多了，没有空测这个，如果没有办法立即买到拿到的话，就不可能测啊，没有什么时间的测。国外没有媒体拿到天玑工程机，这废话吗？我们是全球首发的，好吧，就没几家媒体啊，全在这个，就没有国外拿到的，他不会给国外，他为什么要给国外？没道理、啊。为什么刷机会变砖？这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你。就会变砖呗，就说明你刷错东西了呗，啊，呵呵，这有什么会为什么刷机会变砖？你 Windows 电脑刷系统也可能会打不开的，啊，这个现在应该不太会了，但是你超频肯定是会打不开的，对吧？你乱改 BIOS， 你刷 BIOS 肯定是会打不开的，啊，这没法，这没有什么因为所以啊，就是那刷机会变砖不是很正常吗？对吧？很正常。人不喝水就会死，人被杀就会死呗，就这意思。变砖能救啊，变砖能救啊，变砖当然能救了，看你能不能进 fast boot。你要不能进 fast boot， 你就只能9008，对吧？能进 fast boot 就 fast boot 刷机，都能救，总有办法救的。这个救砖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反正。怎么救？妈的，我都已经说了怎么救，那行，我给你个方案怎么救。这个要救砖很好，你把你这个砖，你既然变砖了嘛，就物尽其用，把它这个，你问问周围，你家周围有没有工地，有没有需要砖的，你把它送过去。应该说我这砖好，我这砖牛逼，我这砖是玻璃后盖的砖，我靠，我这搭载了3色的砖，屌不屌？里面还有888可以制热，你这房子造出来制热的。啊，这房子都不用装暖气啊，8进1，对吧？不用装暖气，哎，这个砖，你对吧？这挺好嘛，电子砖。这个其实，哎，你们讲到了，我觉得这个如果作为那种环保项目挺好玩的，就是有不是有人拿以前的什么光盘什么的
做个什么东西出来嘛。你如果说以后手机被淘汰了，我们以后可能十年前的手机就拿来砌个什么墙或者干嘛用呢？旧手机被淘汰的手机不用了，垃圾场里建，对吧？我们可以砌成什么东西，做一个环保那种有艺术品，做个艺术品啊。都是光刻机，为什么三星工艺比台积电拉？那你也太把这个问题太简单化了。那我们的视频和其他 UP 主的视频都是用 A7S3 拍的，拍出来一样吗？啊，对吧？那为什么有很多 UP 主一样是拿 A7S3 拍视频，他为什么没有拿百大呢？对不对？你问题问的就是废话，我靠，这怎么说呀？你这怎么说？这都是光刻机，那这个光刻机多了去了，对吧？这也没啥的啊。对，这个就相当于大家都是人，为什么他能考上清华呢？对吧？这不是一个原因造成的，好吗？这不是一个原因造成的。显卡大战今年还能出吗？能出，会出的，会出的，会有的啊！这个会做的，你不要着急啊，这个会做的，不用催更，不用催更啊！我们这个会一定是会做的，一定是会做的啊！预测一下骁龙8 Plus， 它能 Plus 出个啥？就用台积换台积电工艺啊？不知道啊，这我就不能预测了，我不能预测啊，不知道它能做成什么样的啊？90 Pro 还在，小米90 Pro 还在，还健在。我们怎么盈利的？恰饭啊，怎么盈利的？恰烂钱，对吧？恰烂钱怎么盈利的？你问上手体验嘛，对吧？就上手体验啊，这个这都已经是每一次直播都得有人问啊，这个喝的什么？这可尔必斯，我不知道，这东西去大超市买的，然后卖的很便宜，所以就买了一箱。我一般都不会说特意去买什么饮料的，我就看什么东西在打折，我就买什么东西。没给广告费不能露出商标，那还不至于，那还不至于。好喝嘛，还行，就还凑合，就是这是个能喝的东西，就反正不难喝就是了啊。我只缺打也想喝点带味的饮料，然后这东西正好在打折，所以就买呗，对吧？就这么简单，能上架即刻外的店嘛？我们拿不到这么低的成本，这是个问题。你买这种通货非标，你买这种标品啊，说是叫标品。啊，反正你又卖不过京东超市，卖不过天猫超市，啊，有什么意义呢？对吧？手机散热背夹有用吗？当然有用了，手机散热背夹肯定是有用的，只是我觉得散热背夹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妥协的一个东西，就是这是手机芯片能耗比太差的一个妥协的产物。对吧？并不是什么好的兆头啊，并不是什么好的兆头啊。8000是8000一的降频版，对的，8000就是8000一的降频，
就降了点 CPU 的频，其实降的不是很多，但是因为每个核都降，所以就大核每个核都降了，所以应该性能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小米100 Pro 不太会吧，在做这个，因为是刚做过90 Pro， 所以我们应该不会这么快去做这个，就是总得换换口味吧，啊，总得换换口味吧，啊。手机赚那么多配件，那么手机的便携性何在？所以说买 S20 啊，啊啊。你不是要便携吗？这不便携吗？啊，对吧？我当然是不要配件的了啊！你们有些人要配件，要讲什么散热背夹，要带这个带那个，我他妈我连膜都不贴，我壳都不带，我这个裸机160克直接用的啊，多好啊！哎，轻就好嘛，没有配件对吧？轻一点好，只考虑单核。这个问题是啥？我看一眼啊。这个问题只考虑单核12700K 和4000GB 一周，对，还需要考虑什么 4000GB 你是不上第五是吧，你就上第四。 12700K 上得了 4000GB 吗？因为这一代的 D4 的内存控制器没有，是要看板子，要看你的内存，要看你的 U 啊，就好像我不敢说一定能上啊，这个怎么说呢？你考虑散热呗，对吧？你考虑散热呗啊！其实如果你光要看单核的话，你甚至你买1260K 我觉得都行啊，你不要买1270K 啊，1260K 就行。低压的续航，低压没拿到，我现在没拿到低压，不知道，这个等拿到了才知道了，啊，我们肯定也会测12代低压，但是就没不见得有那么快吧，反正。低高优低显和低优高显分别适合什么？你是指游戏玩什么游戏？高优低显适合玩 CSGO， 然后适合玩什么 DOTA 之类的。高优低显，低优高显适合玩其他所有的游戏。就是游戏主要吃显卡的，你配独显的机器，显卡怎么都低不到哪儿去了。你除非是买那种神作那种那什么 G6400 那种奔腾的那种机器，那个很少啊。对吧，大多数情况下你配独显的机器，这个 CPU 差不到哪儿去，所以单机大作基本上不用担心的。但你玩 CSGO 的话肯定是 CPU 更重要一点啊， CPU 肯定是更重要一点，所以就这个你可能要考虑 CPU 多一点啊。CSGO 吃 GPU 是很少的，这吃的非常少啊，吃的非常少。应该说如果你 CPU 不满足要求，你卖用什么 GPU 都没用啊，所以肯定是优先考虑 CPU 的啊。战地是吃 CPU 的，那这游戏现在还有人玩吗？2042反正我知道是没什么人玩的。战地5可能还有人玩，战地5其实要硬件要求没那么高，战地五什么配置就都基本上都能玩得了，现在还支持 DLSS 了好像。战地一多是吧？战地一多啊，好吧，战地一多，主要是我想玩现代战争，我前两年我还把战地三下回来过，好久不玩战地三了啊！战地三我前两年还下回来过，玩还是很有意思，还是很好玩，这游戏就是很好玩，呵呵，就是很好玩。
但是我战地一玩过一段时间，但是对于这个题材不是特别感兴趣，所以就相对来说这个我肯定是希望玩一个现代战争的，但是就可惜这个2042拉了呗，对吧，2042拉了。天麒麟九剑要不会主动测的，反正我们那么测了吃力不讨好，肉眼可见就是把它喷一顿呗，对吧，麒麟九剑 L 就是喷一顿呗，这东西显然是个垃圾啊，就不测都不用测都知道是个垃圾啊，这规格都摆在那儿了，有些东西硬规格摆在那儿你就知道它不行的，那六核处理器有什么好说的，所以我应该是不会再测这个东西的，就到时候看情况，到时候看情况，顶多给你们加进那个 SOCPK 里面啊。打得过 A11 嘛，应该打得过吧。 你这标准定的也太低了吧。哦不不不，还真不一定，我真不一定，我现在不知道 A11 是什么性能，看一下，我看看 A11 是什么东西呢。 那还真不好说。哦，应该打得过的，因为它应该要比778G要强一点，毕竟它是三个大核，对吧，它不是两个大核，那应该比 A11 强，应该是打过 A11 的，但是哎呀，这打过 A11 没有用啊， A11 甚至是在855的下面的，你看到没有，所以这个 还差一点的啊。这个尤其是 CPU 我觉得很难讲啊。GPU 应该是很强的， GPU 应该完全是有希望的，但是 CPU 我感觉就比较困难了啊。这个六核哎就不用说了啊。手机处理器黑色材料为什么没用在 PC 上？你要说啥啊？啊？黑色材料是什么东西啊？八进一的碳渣吗？烧坏了，烧黑了吗？什么叫手机用的黑色材料？你讲讲清楚好吗？石墨啊，那是散热呀，好吧，那是散热。不是 PC 为什么需要石墨啊？石墨是被动散热用的呀。你石墨是为了均热用的。我跟你讲，石墨这个东西是为了均热用的。你 PC 没有均热的需求。PC 你要导热，你不要均热。石墨为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用在手机上用石墨？它贴这么大块石墨的这个板，对吧？贴这些东西，就是为了让你整块手机这个热量均下来，对吧？均到你的这个屏幕上，均到你的外壳上，你 PC 上又不需要这个东西，封装胶啊，那更没道理了。你 PC 需要什么封装胶啊？PC 的顶 CPU 顶盖都是给你封好的，那你硬要这么说的话 ，CPU 上是有用胶的呀 ，CPU 有用胶的呀。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开过盖啊，开盖你开出来那个胶就是那个是黑的呀，没毛病啊，那个也是要封起来的呀，那个你封顶盖也是要封的呀，对吧，你可以这么说吧啊。我不知道你所谓的黑色材料指的是什么东西，哎，还是指的是八进一烧化了的碳渣啊。黑色塑料壳哦，那个手机处理器之所以长那个样子，是因为它顶上是一颗闪存，是一颗这个，不一定是闪存啊，就是可内存，对吧？这个各种，因为手机处理器是一个，就相当于是一个把所有东西封装在一起的一个东西，对吧？它是你的处理器上面叠一层的，这个和你的 PC 是不一样的，对吧？你的 PC 的这个处理器上面你不会叠内存的呀，对吧？你肯定是叠这个，不，你不叠东西的嘛，你直接就散热了嘛，对吧？手机的话，高度集成度啊，你肯定是你的这个封装是 CPU 和内存是封装在一起的，就贴在一起的啊。
这样一个设计的，所以这个肯定就会导致说，你看起来啊，处理器顶上那一层原来是一个三星的一个 RAM 啊，是这样一个东西，它不是处理器本身啊。这个140瓦的3070还能再提高功率吧？一般来讲，笔记本显卡的功率都是给你定死的，哪有什么提高一说，对吧？就可能后期放开 BIOS 吧，也许可以，对吧？这个就厂商给你决定的，这又不是你能自己调的东西，对吧？又不是说我觉得140不够，我给你调到高一点，调到160，你又不能这么干，对吧？这是个问题。以前我们可以刷 BIOS， 现在的话其实限制是很多的啊，这个没那么容易。目前还推荐把游戏本当台式机用吗？有没有推荐品牌机型是2.3060以上？还可以啊，没问题啊，可以啊，当然可以了。那这个东西就看价格了嘛。就我觉得笔记本其实我很难给你推荐一个所谓好的笔记本，但是就是你可以去看猪王的视频，可以帮你规避掉很多差的笔记本，就你只要不要买差的就行了啊。这个一般来讲，我觉得3060 12代的机器应该现在都在8000以上吧，对吧？能买到就不错了啊。这个看吧，反正都很多很多机器可以选。你像刚上的暗影8，对吧？然后像这个联想也是刚上啊，拯救者也是刚上啊，那、这个很多机器啊，还有之前的微星雷蛇什么的都不用说了，对吧？神舟也上了啊，神舟更便宜，神舟，但不是你们不是说不要那么贵，没有那么贵，不是你说没有那么贵，不要8000的机器其实不多的，就是对神舟只要6000，那问题是这种是属于比较特别的机器了，对吧？你不能和大多数机器放在一起聊的，对吧？啊，天眼3卖的不便宜，卖的不够便宜。但天眼3的释放要比以前好很多，但是，它也没有了以前的优势啊，所以这个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反正啊。神舟是 DDR4， 不是。这 DDR4 又怎么样呢？说实话，我觉得现在你如果是好的 DDR4 也不错，也不错，对吧？就如果说是你是这个能换内存的话，你就自己换嘛，换个好一点的内存就行了，对吧？ D4 和 D5， 你好的 D4 和 D5 其实差距不会拉开的啊，不会拉开的啊，但是差的 D4 就不好说了啊。不是值得考虑的点，对，就是D5，当然笔记本上面因为大家就是标就D4的标准定的太低了，对吧？所以很多时候你肯定一测说啊D4比D5要其实要不如D5的，但就是说你用的D4太烂了嘛，啊，如果你是可换的那个D4的话，你可以自己换个好点的，啊，差不了，这绝对不差。小米是不是？好吧，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你这个问题，哎呀。没办法回答你，没有办法回答你。小米十 U 啊，不是小米十 U， 我觉得你根本没有理由换机啊！我觉得你真的你确实没有理由，而且你应该说现在很多新的这个，哎，现在很多新的那个机器，很多新的这个买机器，可能还会推荐你小米十 U。我跟你讲，甚至还会推荐你小米十 U， 就是。怎么说呢？这机器实际上是个很好的机器，啊，我觉得小米十U这个整体性能也好，做工也好，调度也好，就是比很多的这个新的这个
就是比很多新的手机都要好，对吧？尤其是这个处理器调度上面，对吧？这个怎么说呢？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个只能说现在手机越来越拉了呗，啊，现在手机越来越拉，这小米十U根本没有理由换的，反正啊，倒不如说十U本身是一个很值得换的机型啊。不是外放不如十 Pro， 那确实，但是问题是外放差距没有那么大吧？就差距也没有很大啊，所以就我是觉得还行啊，就都挺好吧，各有千秋吧。小米十 Pro、小米十 S 就这个外放好呗，那十 U 就调度比较强，散热好呗，对吧？整体这个就牛逼呗，对吧？这是非常水桶，顶级水桶机嘛，对吧？水桶之王啊。启动 OBS 游戏下降七八帧正常吗？正常啊，因为你的显卡在编码呀，它肯定是要影响性能的呀，对吧？那如果你不用显卡编码，你用 CPU 编码，那一样也要影响性能的，对吧？你没有推流就在掉了帧啊，那确实有点奇怪。一般来说，你如果不推流，你不录像，它应该是不会掉帧的啊，都不会影响性能的。你如果没有推流就会掉帧的话，那就不太正常。笔记本 DDR5 什么时候稳定供货？我觉得现在好像也挺稳定的。讲道理，你尤其是这个现在的 D5 首发一大批机器全是 D5， 就好多好多机器。我们本来以为 D5 是非常少的，就是只有一点点用 D5 的，结果好像大家都是用 D5。那这个不已经说明了供货挺稳定的吗？就比我们预想要稳定了，至少。贵肯定贵的，那不废话吗？你想你想想第四出来的时候是什么价格，对吧？这个不能，价格不能说明问题的啊，价格不能说明问题的。这个第四出来的时候也很贵啊，啊，这刚上的东西肯定贵，这是废话啊。笔记本第四什么好的？什么样的第四是好的？我想想。3200双面 Gear 1啊，对吧？说实话，能做3200 Gear 1就已经不错了。很多机器是，就是很多笔记本是没有会提供你3200 Gear 1的，一般是比如2933 Gear 1、3200 Gear 2，比较多一点啊。时序就不要求了啊，时序就不要求，笔记本都是 C22 的，对吧？就不要求了。8100价格怎么样？8100的价格，反正挺就不贵，反正不贵。它是当870来卖的，所以你不用太担心它的价格。就手机厂商把这玩意儿当870卖的。其实你跑2933也没关系，说实话，2933不是特别的要紧，但是 Gear 1 Gear 2我觉得挺要紧的，这个是倒是真的有一些影响的。还有就是单双面颗粒也是有影响比较大的，我觉得2933和3200那点频率差距其实影响不是很大啊，所以你能选，你不能选，你就2933 Gear 1也是不错的啊啊。8100超频，8100能超 GPU 吧，顶多就超个 GPU， 倒不如说就是拉满调度，这不叫超频，就是拉满调度啊。Steam Deck 能玩老头环吗？能玩，
但是你得把分辨率调得很低啊。Steam Deck 能玩很多游戏，只是分辨率你得调得很低啊。等9000的 K50 还是游戏增强版？游戏增强版狗都不买啊！游戏增强版，我现在知道芦苇兵每年的游戏版就是拿出来给厂商交差的，对吧 ？K40 游戏版是给联发科交差的 ，K50 游戏版是给高通交差的，这狗都不买嘛，狗都不买啊！屏幕小，那是因为 Steam Deck 屏幕小啊，所以确实这个比较适合降分辨率吧，降低分辨率你看不出来这个啊。你说你我跟你讲，8进1，所有8进1手机标榜自己打游戏的，除非里面装风扇了，否则你就不要考虑了啊。还标榜自己打游戏，丢死人了，游戏啊，你没有风扇你都压不住这个东西啊。脸都不要了，确实脸都不要了。高通觉得自己 CPU 自研架构又行，有什么看法？他也没有说自己行啊，但是他们确实在考虑自研。他们却在考虑自研，对吧？接下来可能可搞不好明年就用自研的，哎，这个就说不准了。今年应该才X3，对吧？可能明年就自研了。幻14如何？为什么大 UP 主都没有出评测？这一次 AMD 的这个所有的新机，或者说这个核显机，就是6000系的机器，没有找任何的人做推广。我觉得挺神奇的，因为他们通常出新机都会有一批推广什么的。那这一次就海外是有用户推广的，国内没有，国内很少，尤其是华硕这几个，幻13、幻14、幻16，对吧？没有第一批首发恰饭的，没有。然后像我现在买了两台幻13，就是我要测这东西我得自己买啊，就这个意思。所以就我现在测是在测了，我在测幻13啊，幻14应该也能买到。实际上很多人你在京东上面就是自己买已经能买到了，应该已经到货了，对吧？就是都能买到的，但是没有评测，评测很少。倒也不是说不太行，可能是他们的推广经费不是很多，所以就今年可能就没有找媒体做推广了啊。但是实际上我在测出来其实还是可以的，这个这一代的核显还是很强的啊。虽然说这个有一些问题啊，但是核显的性能还是很强的，这个明显是有值得一说的东西，就是值得一说的东西，就是值得一看的东西。蛛王是在测呀，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蛛王只是在测，他不是已经测完了，他也没敢首发吧？你有没有发现这个？通常我们出一个新机，就是至少在上架之前，就视频都已经出了，对吧？就是今年好像没有首发，就是大家都是得自己买嘛，都是得自己买。蛛王也是自己买的机器，我也是自己买的，就我还在测吧，还在测，到时候再看啊。所以就，到时候出了就是视频会做，到时候再看啊。DDR5 消费级单根预计能做多大？出到什么频率可以值得换3600的 DDR4？ 条件频，就是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跟你讲，现在的 DDR5 不值得换，最大的问题是在于。处理器还没有
出现内存瓶颈，这是个问题。因为3600的 DDR4 内存带宽是非常大的，你内存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你提高了频率我的性能就能增强了或者怎么样的，或者说我可以显著的提高比如游戏帧数啊，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它是缓解你处理器瓶颈的。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什么时候可能需要用到 DDR5 内存了，比如说锐龙出了一个64核的消费级处理器，双通道的，或者不到64核，可能32核的消费级处理器，那这个时候你就非常需要一个 DDR5 内存了，因为你对于带宽的需求会很大，你带宽需求会很大，因为你的处理器规模很大，所以你的内存的吞吐量就要准备很大的吞吐量，对吧？要喂饱所有的这些处理器，对吧？是这个意思。那如果说现在的处理器规模还就是这么点，你又没有说大的迭代、大的这种吞吐量的增加，实际上你不太需要有这么高频的内存的，不需要啊。对核显需要的，对6800H 是真的需要这个东西，这个我是可以确认的，我可以明确告诉你，核显是真的需要这东西的。而且我们的视频也会明确讲到这一点，是 DDR5 都不够这个 GPU 用。你知道这个新的这个 RDNA2 的核显 DDR5 是不够用的，就是最高的6400兆频率都是不够用的，但是你的桌面处理器就不需要这个，就至少目前的规模没有大的这个更新的情况下，对规模没有大升级的情况下是没有用的啊，你不需要用到这个啊。平板为什么不用8进1？贵呀！我平板才卖多少钱呀？我平板一个才卖。我才卖2000块钱，哦，这个也小米也是2000多，华为也是2000多，联想也是2000多，对，三星用了，三星是用了8进1，然后他卖到6000-7000，5000-6000-6700，对吧？这还不明确吗？你说你8进1这东西，对吧？我成本是很高的，你让我用我也不能用，他能用吗？对吧，这是不能用啊，太贵了。是破芯片那么贵，但是手机厂商没办法，手机厂商还是得买。手机厂商一个个都是舔狗，能咋办呢？对吧？这僧多粥少啊，狼多肉少啊，你能咋办呢？能咋办呢？这一个房间里就这一个高通，剩下全是手机厂商，他能咋办呢？对吧？30系会出 Super 吗？我不敢说啊，但是我觉得应该会，我觉得应该会。这个有可能的，这也是我猜的，这是我猜的啊。主要是我觉得这个老黄现在很多的这个新核心都拿来做这个新卡的这个新的版本啊，对吧？就出了个 GA103 拿来做3060Ti 了，对吧？就是它的这个新核心有很多的小版本什么的，都可以去替换掉以前的一些核心啊，就是属于产线优化嘛，对吧？产能优化，产线优化。啊，这个我觉得是很合理的，所以应该也会出 Super 之类的东西啊。K50 跟小米12几几开啊？我不知道，什么是几几开？塔塔开？不是敢 KO 吗？啊 ，K50 干翻小米12，塔塔开啊，几几开我也不知道几几开啊。
啥时候发布不知道，不知道啥时候发布。估计这个月啊，这个还肯定是这个月，反正肯定是这个月。但是我知道也不能讲啊。新手机还有什么技术要出来？我不知道。屏下摄像头啊，更好的屏下摄像头，对吧？240瓦快充，我觉得可能240瓦快充这个东西是不太，有点没必要了。虽然说有厂商在做，但是我感觉有一点点没必要。快充，你说一样是充满手机，5分钟和10分钟又有什么区别呢？对吧？就我感觉有点没必要啊，那120瓦已经够用了。电池技术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电池技术是，但是我认为这不是手机厂商能决定的，手机厂商没那本事。电池是材料学上面的问题了啊，我们遇到材料瓶颈了啊，手机厂商可能没那个本事啊，但是这个可能，这个是接下来我们会关注的一个焦点啊，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一个焦点啊。电池完了就处理器嘛，处理器就明年的这个高通自研架构可能可以期待一下。对吧？今年高通的基于台积电工艺的这个下一代的这个 ARM 架构也可以期待一下， ARM 也该升级了， ARM 应该也会升级啊，也值得期待，对吧？前面有个 SC 漏了，这么看的话，是不是轻薄本的 R56600 好一点？6800低功耗有一点问题，应该说是不止一点问题，但是我跟你讲，就是虽然啊，这个6800核显规格非常的高，非常爆炸，但是。就我有点怀疑放在这个低压上面啊，它到底和这个6600能有多少区别，因为没有低压本能压住50瓦的功耗的啊。所以我严重的怀疑低压本上面的这个表现是什么样的，所以我觉得6600实际上确实是会更香一点啊。直播音画不同步，这有什么音画不同步？我现在音画不同步啊，没有任何问题吧？没有任何问题啊，肯堆料都不是问题。你堆料什么时候轻薄本能堆到游戏本的料啊？这就不叫轻薄本了，好吗？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这么说的，话也不是这么说的。为啥近几年手机行业没什么比较大的突破？我们的科技被封锁了。哎，我大胆阴谋论，我跟你讲，就是这个小声跟你讲个秘密，就是我从中情局得到的秘密，我们科技被封锁了，被外星人封锁了，被三体人封锁了，行吧？这为什么手机厂商造不出好的处理器，就是这个原因啊，就是这个原因，我已经跟你解释过了啊，地球科技已经被封锁了。我掌握了核心科技 S20 啊，对对对对对，行 S20 就是突破封锁的关键的窗口，对吧 ？S20 啊，行，好的啊。这个什么啊？太拉了。都不知道该说啥了，对不对？6000系锐龙和12代加3050比哪个好？看价格吧。6000的 Ryzen 的 GPU 是打不过3050的，3050还是那个3050，但是你要看价格呀，就是厂商卖的价格可能是不一样的。6800U 的机器，它如果是卖的便宜的话啊，比如卖到5000-6000块钱，5000块钱以下的啊，12CU 的机器能卖5000块钱以下的话，我觉得肯定是值啊。然后你像那个3050，你可能5000块钱以下你是买不到的，啊、或者说你不一定能买到合适的，对吧？轻薄本你肯定是买不到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这个就看价格呗，对吧？
神州打，就不要拿神州举例子，那神州就是来捣乱的。哎呀，拿神州举那个四五零是没什么问题的。N 卡源代码公开了 ，AMD 会有 DLSS 吗？都没公开呢，关键就是现在还没公开啊。他说是说我们偷到了源代码，然后说要公开还是怎么样的？他不是放出来了几个文件吗？完了，你怎么知道这文件是啥玩意儿啊？我是觉得这东西就是 DLSS 这东西并不是一些文件能够公开的了的，你知道吧？就是这种东西。所以我是严重怀疑他的这个是不是吹牛逼的成分有多少啊？他给你放一些文件出来啊，说是公开了，怎么有照这么容易能公开？就光是几个文件就能给你公开了？那 NV 还混不混了呀？啊，人家也是上市公司好吧？人家市值比英特尔加 AMD 加起来还高呢，啊，也不是吃饱了撑的。AMD 的7000系显卡还有老王40系显卡。780XT 和4080可以流畅的，哇，你这是预测，这个预测没法预测啊。那你只能说你按照比如说提升 50% 来算，我不知道能不能有 50% 啊，我应该没有 40% 顶多了吧。就如果按提升 40% 来算啊，就是4090我们提升个 40% 的话，那你打 4K 应该很多游戏都能打得动，但是可能还是得依赖 DLSS。就是这个应该是，因为现在的游戏，尤其是这两年的游戏，这个突然间对于硬件配置浏览 SOC 可以支持手机浏览，为什么没有手机？你的网不行，我手机上我看看啊，来，我现在我上这个，有没有手机系统自带视频画质修复的？我这还真不知道。视频画质修复，我没试过这种功能啊，我还真不知道这个。6800U 什么时候轻薄本会上？这个就说不清了。现在就是上了6800H 嘛，对吧？三星有图片修复，我自己用三星手机，我都没用过这功能。啊，这个很尴尬，我自己用的三星手机，我都没用过这个功能。笔记本上 LPDDR5 和 DDR4 选哪个好？这两个好像完全不是一个方向的，完全不是一个方向的，肯定不可能有同一款模具。一个搭载的 LPDDR5 一个搭载 DDR4 的，不会有这种东西的。 LPDDR5 是低压版的，低功耗版的，啊，低功耗内存。6600U 没有 Steam Deck 高啊，应该是没有的，因为 6600U 是 Vega， 不是 Vega， 是那个Navi 6，对吧？就是我不知道能不能叫哪边，就是 RDNA 的 6CU 啊 ，6CU 啊，那这个东西肯定是不如 8CU 的这个 Steam Deck，Steam Deck 是 8CU 的啊。收 10S 64G 做 CarPlay 车机合适吗？你如果用 CarPlay 车机，那不是是个手机都行吗？10S 当然是可以的，但我觉得你能买的手机多了去了，对吧？什么 SE 啊 ，SE2 对吧 ？SE2 也不错，价格其实和 10S 我估计差不了 多少啊。这个反正是个手机，我觉得都能用啊，这东西。
影像九千打不过八千一吗？这不知道，这不知道，这个事儿没有定论啊，我也不敢说什么。九千是有什么问题？手机厂商都懒得介绍，不是说九千有什么问题，而是手机厂商看不起联发科，就这么简单。人家跟高通混得多啊，他们肯定是一个手机的这个硬件配置用什么样的处理器，这都是可能半年前就已经决定了的啊，谁知道你联发科能做出来什么东西，对吧？人家就根据以往的这个合作经历，觉得联发科这个东西，我们以前跟联发科做，联发科又没有做出好的东西，对吧？这个就很蛋疼嘛，所以就咱们就不用联发科了呗，啊，用高通肯定没问题的啊，就他们是手机厂商是这么想的嘛，毕竟你要尝试一个新鲜事物是要冒风险的，安卓的很多厂商是不敢冒风险的，对吧？大家都是走量的，大家靠什么挣钱？都靠广告挣钱的，啊，我都是靠在系统里打广告挣钱的。啊，谁想冒你这个风险？万一拉了怎么办？对吧？万一出了什么问题怎么办？对吧？这其实都是包括万一供货供不上怎么办？对吧？这个都是要考虑的吧？啊，笔记本3050怎么样？3050是个很弱的显卡，说实话。就尤其是相比3060的话，但是它又是一个很尴尬的位置，因为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它下面的东西也赶不上它，它上面的东西又差得很远，啊，它是一个很尴尬的东西，就是你要买也没得，你这个在限定价位、限定的模具内、限定功耗模具内，你是没得选的，啊，所以就那能说啥呢？为什么摩托罗拉的系统没有广告呢？笑死，根本招不到商。这手机就是这样想的嘛，对吧？三星的广告是那个 Galaxy 的广告啊，就是告诉你这个推一个新的产品啦 ，S22上市了，就这种东西啊，他不会给你打那种第三方广告的。开屏广告为什么要有开屏广告？什么叫手机不是小米都没有开屏广告吧？开屏广告是什么？开屏广告是电视上的东西吧？是哪有开屏广告？开机的时候有广告啊？这么流氓的事情谁干得出来？好久没有来，很久没有手机有这种东西了，好吧？小米哪里有开屏广告了？系统应用可能有，哎，这个可能有。我以为你说什么开屏广告，开机的广告，我靠，一打开机有一个大广告显示出来，啊，太牛逼 ！App 开屏广告那是 App 行为了，你应该说是第一方 App 的广告，这个是会有的啊，这个很多的厂商都会有的啊，这个我觉得是，哎，就他们的主要盈利点就是这个东西嘛，啊。2060 12G 2999值得买吗？啊，哎呀，就是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呀，因为这价格你离正常应该是能买到3060的，你现在只能买2060。 PS5 如果连这个55寸 4K 电视啊，画面模糊吗？这没有什么问题啊，不是，你为什么连 4K 电视会有问题呢？ PS5 也不是只能跑1080 60啊，谁跟你讲的 PS5 只能跑1080 60？ PS5 现在大多数游戏都有 4K， 只是它是动态 4K， 但是这个动态 4K 也不是只有1080的，大多数游戏是能到 1800P 的，就是比如说它能到 1600P 到 1800P 是这样一个分辨率，可能就是超过2K 一点的这样一个分辨率，就是如果你用的是 4K 电视，你绝对是不用担心的，它肯定是能跑 4K 的，
就是他，你要说他原生渲染分辨率，那也不止 1080p， 一般是 1800p 或者 1600p 到 1800p， 就差不多这样一个分辨率啊，就是很多大多数游戏是这样一个分辨率的。X1 Carbon 好用， X1 Carbon 很好用， X1 Carbon 挺好的，我用的是 Nano， 但是 Carbon 也是不错的。 Carbon 说实话在高端的轻薄本里面是性价比很高的啊，因为你跟 XPS 13比的话，那这价格其实便宜了挺多的啊。我觉得挺好， X1 Carbon 挺好的。电动汽车用的都是啥芯片？它很多啊，很多很多。你比如说特斯拉他们有自研的芯片，然后可能现在这个国内什么小鹏啊什么，可能用的是英伟达的芯片。英伟达他们有这个叫 Tegra 的这个等一下应该是叫这个GX 什么来着，我有点忘了。Xavier， 就 Xavier 芯片 ，Xavier 芯片是他们的这个，就是上一代，这个是上一代的芯片啊，这个是他们这个汽车上面会用的这个芯片啊，然后这一代的话有一个 NVIDIA 的 Orin。这个是也是新一代的这个芯片，也是为自动驾驶去设计的，这个是这一代的这个芯片，这个用的是 ARM 的处理器，应该是 A78 吧，没记错的话好像是，然后用了一个英伟达的 GPU 在里面，反正也是挺有意思的，就是都是老黄的芯片啊，老黄的芯片，老黄现在自动驾驶这一块有非常大的建树。高通那个不是自动驾驶芯片啊，它那个是车机芯片，就是他们这个车也是两个都在做，就是车机芯片和自动驾驶芯片是不一样的，但是他们这些厂商其实两个都在做的啊，就是基本上就这几家厂吧，高通、英伟达、英特尔，对吧？就这么几家厂商，对吧？就很反正都是搞半导体的嘛，就这几个啊。电动车用的都是几纳米的芯片，那多了。但说实话，电动车对于制程这东西不是很敏感啊，你可以用12纳米的，用7纳米、12纳米都 OK， 没什么关系其实。明年的手机芯片比8+1进步会很大吗？会的，应该是会的，因为8+1开倒车了，他难道还再开一次倒车吗？再开一次倒车吗？人类科技的大倒退是吧？我觉得应该不至于，明年应该是会有大提升的一点啊。怎么着，他至少要比865做的好一点吧，是吧？这个。他比865再弱，那就没得看了 啊，都开倒车开这么久了，对吧？Mate 40 Pro 现在入手蠢吗？什么意思啊？什么叫蠢吗？这怎么回答你啊？这问的问题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你。看价格吧，看价格。我说实话，我觉得华为的手机卖的还是比较贵的啊。如果说 Mate 40 Pro 可以降价一点的话，那可以卖。主要是它现在它的货就这么点，它的手机芯片少，这是7900已经快卖完了，对吧？这其实是很珍贵的一个东西。4K60 的屏幕怎么选？用作 MacBook Pro、MacBook 外接的话，选哪个牌子比较好？4K60 的屏幕，这个，我说实话 ，MacBook 外接有，我觉得更需要关注的一个点，或者说更重要的一个点，其实是它。
Type-C 直连，就是你最好能买到就是 Type-C 输出的显示器，就 Type-C 输入的显示器啊，因为你要接个转接器再接什么东西其实很麻烦啊，很多的笔记本就是就如果你能够 Type-C 一线通的话啊，其实是比较方便的啊。明基和 Dell， 对，明基和 Dell 的 4K 高端产品基本上都是一线通的，然后 LG 要分的，LG 同一个系列同一个面板它有低端和高端，然后高端是有 Type-C 的，低端可能是没有 Type-C 的、啊、这个对于你没有 Type-C， 你这个就是你苹果的机器用起来会极为的蛋疼、啊、你还要插线还要插什么插转接器贼麻烦、啊、我觉得屏幕素质倒不是最关键的了，这个价位这个级别的屏幕哪有差的，以前 4K 刚出的时候那个叫什么戴尔还出过 TN 的啊、还有什么 4K 30Hz 的显示器，现在怎么可能还会做这种东西呢，基本上不会有差的了、啊、PS6， 哇你都已经开始计划起 PS6 来了，那我是肯定不知道 PS6 是什么东西的，你问我也没有用，主流 4K120 哎呀，我觉得 PS6 可能会往不一样的方向去做，因为 PS5 的目标已经是 4K 了，这连着三代都瞄准 4K， 我觉得不太会，他可能会做新的方向，比如说可能我们之前看到有 VR， 这个都不需要 PS6 的支持，这 PS5 都已经支持高刷了，全面光追那就不能用 AMD 的 GPU 了、这个哎，什么时候 AMD 能支棱起来，对吧？四 K 对马岛啊，对马岛确实画质还是可以的啊，但是说实话，对马岛依然是一个为上时代设计的游戏，所以它完全没有发挥出 PS5 的这个性能，应该说。苹果发布会会聊，但是现在没什么信息啊，你现在聊不了任何东西。PS5 有几个游戏120其实也不少，至少我觉得该120的游戏很多都120，什么游戏该120，使命召唤该120，对吧， COD 这东西打网站的你肯定要120，这只是120的，对吧，你像鬼泣它有120，鬼泣这肯定要120，就是需要120的游戏很多都是120，就是大多数的 3A 其实不太需要120，那它就算做120我都不会用、啊、我觉得没必要。血缘是开发者的问题，这个跟索尼没关系。血缘这个事，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你现在也知道这一位开发者有多拉了嘛，对吧？你也玩过他们很多游戏了，对吧？就不要抱怨了，就不要抱怨了。就在优化这个问题上面，日常就这个当然也有牛逼的日常。我觉得，比如说你像。卡普空就挺牛逼的啊，优化上面这个卡普空就挺牛逼的啊，但是也、很多的日常都挺拉的、啊、这个优化这件事情大家都不关心，说什么、老头环我只做测试了，我没有去玩，我只做测试啊，因为这个玩起来太过于费时间了，所以我就没有怎么样的这个，哎，就没时间去玩这个游戏，说实话。GT7 的优化很好，但是 GT7 他们只做这一款游戏，就这个厂商只做这一个游戏，这要优化不好就有鬼了。他就做这一个游戏，就只做 GT， 他又不做别的，啊，那不一样的，对吧？有没有开淘宝店？我们有淘宝店，那我们只卖周边，我们只卖，就是装机五件套，装机五件套，来吧，买啊，怎么都不买啊？啊，为什么不买啊？最高指令啊，来吧。我们尤其是我们其实第一个设计的是这个，就是这个3090的这个钥匙扣和徽章，
我们做我们这个这个这是我们第一个做的，就是后来的话想想光做个3090不够啊，要不再多做点东西吧，所以就买了个，其实不大的，其实不大的，就是你看我给你图拍的很大，我让我给你图拍的很大，但是其实不大的，没有主板。主板我跟你讲，主板有一个问题，主板有个问题就是这个非常的怎么说呢，就主板这东西你做谁都不合适，你做谁家都不合适，因为主板太有标志性了，太标志性了，你做华硕的对吧 也不合适，你做微星的也不合适，就是你做谁的都不太合适对吧，这个会有一些这个，对，这个是做谁都不合适。处理器和显卡我觉得就没有这个问题，说实话就是你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的。这个也不是英特尔家的，虽然它是基于英特尔的这个外观设计，但是不是英特尔家的，我们没有打 logo 上去啊，所以就没有授权。我做技嘉的那我就凉透了，我靠，我被冲死了啊IBM 啊，看 SC 有没有 SC 吗，没有 SC 吗，我都不知道，看一下。做老黄没有版权问题，我没有打，首先第一个老黄不会管这个事儿的，我跟你讲没有，他不会管这个拿一个实物，哎呦我实物没拿过来，其实我之前给你们展示过，我之前在直播间里面给你们展示过啊，店里有的呀，为什么没有啊，有的，来你直接搜就知道了。还说这个要 PC 版，我看是不是手机版没上架，应该不至于吧。哎，有可能啊，有可能，那我得去问问啊，这个他妈手机版他要不上架就搞笑啊，有的呀，手机版有的，找到有上架的，有上架的啊，怎么不出短袖，没到短袖的季节，我马上就要出短袖了，我们马上就出短袖了，你可以考虑买短袖啊，你可以等短袖。整点这种 U 盘好吗？我正在等，就是说我在等我们的 U 盘打样，就是我们的 U 盘还在做啊，我有个 SC 嘛，漏了个 SC 嘛，我看一下。淘宝店你怎么会搜不到呢？有的呀，极客湾的店啊，你进到极客湾的店这个店里面你去看，有的，徽章有的，绝对有的。很纠结是买14 Max 还是14加入门 iPad， 你连14都在考虑了，哇14都在考虑了，这14 Max 加我主要是不知道14会做成什么样子啊，我不知道14会做成什么样子啊。 M1 长袖是很不错，我们现在要接下来要做的那个衣服是叫什么来着，我们可能要做一个任3的一个衣服，然后如果这次发 M2 我们就做 M2 啊，就反正就哎就短袖就先把这个，你们老是吐槽户型图哦，我们还做了一个那个3090的一个衣服，就是 GPU 加显存颗粒这样一个衣服，到时候也会出的啊，就是我们老吐槽户型图，其实挺好看的我觉得。反正你的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其实入门 iPad 是一个很不值得考虑的东西啊。其实，那你如果是 iPad mini 的话，或者 iPad Air 的话，那可以再考虑一下。但是你说入门 iPad， 那我肯定是推荐你买大 iPhone 了，对吧？这个你要这个需求的话，我是不太推荐你。这个 Pixel Verizon 版的 Pixel 不能解 BL， 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这个我因为没有用过那个海外带锁版本啊，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啊，这个没法回答你，这我觉得有点浪费啊。短袖我们正在打算做短袖，因为现在才3月份，短袖实际上是大概5、6月份卖的最好的时候嘛，所以很快的应该啊，4月份会有。4月份会有这个短袖的啊，会有短袖的，不要着急，会有短袖的啊！你们可以买这个啊！现在你买大
大全套会送衣服的、啊、大全套就是所有的这个买齐 会送衣服，其实也不贵啊，这个东西啊。广东已经穿短袖了是吧？哇哇，那可以，那我们就做起来吧，就做短袖好了。主要是我们这个东西是这个，哎，这个比较那个啥一点啊，晚了一点啊，我们会开始做了，已经开始做了。短袖上过大学吗？我们短袖是 PhD 啊，短袖很牛逼的，很牛逼的。这个短袖、这个牛逼的很啊，海归短袖，屌不屌？卖钢化膜手机壳，我跟你讲，这种东西没，就是你做不出有竞争力的价格，就是两种情况：一，你会卖的很贵；二，你会挣不到钱。就是要不你就卖的很贵，要不你就挣不到钱，就会存在一个很矛盾的情况，因为这种东西太卷了，大家都在卖，然后你如果找不到好的供应商，你就挣不到钱啊。所以我为什么不做手机壳和钢化膜，就是这个原因，利润就是利润。你哪怕卖比较合理的价格也挣不到钱，完了也会有人说你贵，吃力不讨好啊。所以我们卖东西，现在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现在所有店里的东西都是非标品，就是你无法比价的东西，因为外面没人卖。这个显卡的钥匙扣外面也没有人卖，对吧？有类似比如说有做那个3080建模，但是卖的很贵啊，就是这种小产品小东西都是非标品，你就属于这比较适合当成周边来买，对吧？就是我们不太有，就怎么说呢，就是你不能当成那种就是走量的东西来买的啊，所以这个意思。短袖利润还可以，5块钱的成本你怎么的啊？你上哪儿找5块钱？哇，你帮我谈吧，我把你这个招过来，你帮我去谈5块钱的短袖，太牛逼了，我操，5块钱的短袖，太强了。我跟你讲，这有个什么问题，就是你的短袖或者你的衣服，你的 T 恤，你可以降到可能。最低最低裸衣可能20多的成本，就是不印东西的情况下，不设计不印东西的情况下，可以降到可能20多的成本，但是一定是那种蹭电商爆款的，就是比如说他们有的电商爆款会就是一下子做几十万件衣服，然后你可以蹭他们的，就是你直接用他们的衣服来买，这种是可以的。但是问题是我们不是这么做的，我们是定制的衣服，或者说就是找买面料染然后裁出来的衣服，是这个样子。这种情况就不一样了，就这种情况你可能成本就是你一件裸衣不印东西你就得有至少40块钱，就如果是纯棉的话40块钱，如果印东西就更贵，印东西可能高个10几块啊，就是看你怎么印，就是还要看工艺，比如说你要加个袋口袋，可能你就有再加个几块钱成本，对吧？你要加一个标签，可能再加个几块钱成本，就是这种你不能把定制的衣服跟比如说拼多多上面走量的衣服去比价的，这是个问题，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哎，完全不一样。人家可以一下子做100万件衣服，一下子定100万件衣服，这成本极低，然后你直接拿那个衣服去卖，你很成本很便宜，对吧？可以作为清明节礼物嘛？我想想看，清明节礼物可以的。你在你的衣服上印个八进一，你就是清明节礼物了。哎，很合适，尤其是印在心脏这边，印在心脏这边，晚上睡觉的时候把你烫死啊！穿寿衣真的就是寿衣嘛，对吧？直接火化，对，直接火化。今天穿，明天走，对吧？
今天穿明天走，挺好的。这又为什么我们的那个第二套那个 T 恤上面没有做八件衣的，我们做的是华为跟苹果，我就怕你们买回去买刚到货明第二天就走了啊。养生堂业务来了，我靠，可以可以可以，养生堂业务啊。A16 能用上 V9 指令机吗？我靠，这应该就不知道了，这就不知道了。我说实话，苹果自己魔改的 V8.3 应该是 V8.3 了啊，还是 V8.4 我忘了，它是 8.3 还是 8.4， 反正其实和 V9 已经是两个方向了，就是 V9 是 ARM 愿景内的啊 ，ARM 的这个严谨内的这个未来的 ARM 处理器的方向，而苹果走的是另一条路线，它有不同的，它拾取了不同的这个就是定制在里面，就是它自己的这个它有自己的想法在里面，所以它做的标准是和 ARM 不太一样的啊，就是一部分的 8.3 吧，应该是，然后也有它自己的东西在里面，所以就实际上不能，应该不会说再做什么 V9 了，就是它可能就走自己的路线了，就。啊，也有可能，很有可能的啊，或者说，就比如说你持取一部分 V9 的这个标准，然后再弄点他自己的东西进去，也很有可能。反正钥匙扣，没找到钥匙扣吗？看找不到钥匙扣吗？有的吧，没有钥匙扣吗？有的，直接搜极客湾的店空格钥匙扣，应该就能搜到吧？空格钥匙扣。找一下啊，钥匙扣还真搜不到，有点离谱。我直接搜极客湾的店能搜到，我在空格钥匙扣就没了。哇，淘宝的这个算法可以的，淘宝这个算法牛逼的，牛逼。那你找不到，你只能进店里找了。哎呀，你只能进店里找了。你进店里一看，所有宝贝肯定是能找到的。这个19.9块的那个，你找到19.9块的那个就是了。被夹了。有可能啊，这个完全是有可能的，好吗？这完全是有可能的啊。短袖还没出。八进一短袖在冬天卖肯定卖爆，我操！八进一短袖，我是不是可以打广告叫什么？就是唯一全世界唯一一条冬天穿的短袖，是吧？是这个意思。穿我的 M1 衣服懒趴掉了，行，掉得好。你不需要了，你穿了我的衣服，你就是个计算体了，你这辈子就活在虚拟世界里了，对吧？你不需要你的软趴了啊。元宇宙，对，就是这就是元宇宙，这就是元宇宙。这就是元宇宙，我们以后这个这些商品什么钥匙扣什么的，都这个就直接都不用钱了，我们都是 NFT 对吧？这都 NFT， 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啊！你的3080跟他的3080不一样啊！三角的内裤还是四角的内裤？八角的，好不好？八角啊！发哥的八
8100这个月能有货吗？这个就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月月底前应该是能看到的，因为你像那个K50 整个系列应该会一块出的，所以十有八九你是能看到的啊，你是能看到的。三星会不会出新的手机 CPU？ Exynos 2200不是吗？估计也没多少，他压根就没做多少可能。联想产品经理说6800轻薄本四月底啊，估计也差不多，因为6800U 的机器会慢一点的，肯定是会比现在这个 H 要慢一点的啊，那肯定的。9000相比8000提升大嘛，其实差别是挺大的，但是可能在你实际使用的过程中你感受不到，哎，这个是很有可能的，你可能感受不到区别。已经12点了，我们今天要不就12点下吧，我都觉得弄太晚不太好，今天就12点下吧，我们就再聊俩问题，好吧，再聊俩问题。要换手机了，这个想买13，要不等等14，13其实不错，13其实不错，啊。上一周都不得不回来，不得不回来。哇，你们这一个个都太离谱了，太离谱了。最后再回答一个问题吧，我最后再回答一个问题就下了。今天早点下，咱早点睡觉啊，早点睡觉啊，我们还有视频要做的。这个挖9000 P 应该不会专门去做视频了，我们没有这个缘由单独来做视频啊。骁龙8和天玑9000体验差别大嘛？日常体验差别应该挺大的啊，毕竟这个功耗上面差别挺大的啊，所以这个。我感觉啊，这个功耗差距会让这个骁龙八和天玑9000，对吧？你其实极限下啊，应该说是八拉了，对吧？骁龙八极拉，然后9000的话，其实极限下一般般，因为它功耗也不低啊。但是日常下的话，应该差距还是有点的啊，差距还是有点的。毕竟你工艺差距有这个三星的高频就是坨屎，也不用想了。反正到时候看吧，这个东西评测出来之后就知道了啊。还有什么问题？我看啊，除了苹果最喜欢的手机是啥？我又不喜欢苹果手机，为什么一定要除了苹果呢？这话说的，我自己用都不是苹果手机，最喜欢的手机一定要刷一下。那可以，就是我有头有尾嘛，我们有头有尾啊。这个最后再刷一下 S20，对吧？这最喜欢的手机就是 S20， 我现在用的这个非常棒，对吧？又小巧又轻，很好用，对吧？非常好，吹一下就 S20 非常好，大家一定要买，一定要买啊，一定要买，知道了啊！不买，赶紧取关啊！啊，不买，不是极宽的粉丝啊！行，就这样吧，就可以了啊，那我们就下吧，今天就可以了啊，就这样吧啊。为什么喜欢三星？我也没有喜欢三星，只是正好这个手机比较好用啊 ，S20 比较好用。行，就这样吧，就下了啊，拜拜，我们就今天又学会了一个道理，今天又学到了一个道理啊，行，今天又学到一个道理啊，下了，拜拜，别忘了去我们淘宝店里面去看一下钥匙扣，还有徽章啊，其实主要是卖徽章的，我们5个徽章一卖啊，不是5个，其实你也可以一个一卖，但是你可以买五个送一件衣服啊，这个很划算，非常非常划算啊，好，就这样吧，拜拜，下了，好，拜拜。